居的。看过，嗯。自己的表现很好，他的表现更好，嗯。我就觉得郑恺哥哥表现特别的好。没有。特别好，因为每天早上起来妆发时间一共加起来就是10分钟、15分钟这样，也不用梳头，然后往脸上一和泥就行了。我2个半小时。2个半小时。为什么呀？没想到吧，我那个妆要2个半小时。这个真的没有想到。除了妆发精致，郑恺在戏里还是一个书法精绝的有才华君主。为此解锁了草书技能的郑恺，表示自己又多了撩妹的资本，还得到了妹妹关晓彤的强势挽尊。如果说真是能够练一整套这种草书的这个书法出来，那真的非常帅。我觉得，对，这出去姑娘们全部都迷倒了。晓彤，你是喜欢，就是像那个郑恺老师刚刚说的，姑娘被迷倒吗？如果一个人草书写得很漂亮的话，觉得这个人是有吸引力。好吧，你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。好的，是特别好，我觉得这一点真的非常太吸引人了，真的。那回头我给小鹿寄一点。